对，这个充电宝是多功能的。充电宝又有什么多功能呢？就充电宝它除了充电的功能还有什么多功能呢？怎么说，没有，我问问啊，因为我好奇嘛，因为你说了多功能充电宝，我也没懂，就是它除了充电还能干嘛呀？它还能给它充电。它还能给它充电，就它还能给自己充电。充电宝还能自己给自己充电。你看啊，那这个功能挺多的，嘿，那是挺多的啊。你要充电宝，给充电宝充电，你是不是还得要一根线？对，一个插头，对，对吧？嗯，这个充电宝是不需要线，不需要插头。苦，那 就直接找个电源，就直接插它就行。它没有插头，但是它还得找电源，那它靠什么插呀？它就直接自带着一插头。哦，它自己有插头。然后呢，它有自带的两根线，不用带线了。哦，然后它还有一个快充，巨快。快充，嗯，哦，一会儿就充满了，充满。你看你出差是不是？你又得带一根线，然后呢，你还得，你充电宝的线跟那个手机的线肯定不一样，嗯，对吧？你就带一根充电宝的线，带一个插头，嗯，然后你还得带一个充电宝的。充手机的线，这就是俩线一插头了吧？嗯，这就都省了。它能给这个充电宝能给手机充电，它还能自己给自己充电。嗯，它有俩功能，就是多功能，而且还快充，三个功能。哦。